光刃的，请再次庇护这座城。是的，三枪曹操过来切到了，看一下怎么说，我搞下来了，还在输出没有死，回头打了一波，砍冲了进去，一刀砍死了一针。这边是的，又来一刀，直接二连击都杀掉了青浪，双 C 被一人杀掉。千秋为卷，山河作答。你看现在九年，在绝对的青春面前，直接一秒杀掉了这边的青浪。好怀念这样子的画面啊！仰望夜空，你就知道我来自哪里。迈进去。大刀还在潇洒如剑，无痕大刀送完之后，来先把气势再来一下，打死人。二子跑出去也不能拉回去，马超绕起来想帮忙，想没找到枪，我又回来了。能不能 DDR 救命的话 ，QG Happy 再有一个扛不住，但是他也扛不住，再来还没死，不然打三个了。再转一下，二子落九天，从落将站起来之后，降龙天再推一下，破。与此同袍，与我同行。直接撤，这边苏联大军四连，马超进来想标一下，找位置，大招拨出去，这波有机会，大波关顶一下回头，但是这个马超打穿了，再冲，到团灭水，再追，马超这个位置要追到底，这个一技能好跑的，一开始都输掉了，团灭，太齐了，三连决胜，破岩，加油，各位！勇夺第二吧，想要反跳看看有没有队友来支援。李信那边在打龙啊，这边是一个四个人，龙这边打掉之后看看能不能翻打。物流一定要切进去，开心兄哥一打三全部带走，打完了一波小团灭，杀掉四人，咱们打一波零换四，要直接一个转。但是被终于闪现躲掉了，正面 AOE 大招转出来，第一滴血掉头，这波一次往后冲，究竟一技能突然再收一个，大招还在回血，这波一技能直接普攻，再来一个，烧掉 ，Triple Kill。无冕一同，哎呦，保了两个大招，跟进来，青青在赶来收割的路上，一同闪现打到进到了这边的青浪，但是已经没有人能够跟输出了。无冕这个位置在这边已经露头，就没有办法再进场。一成上去，刘邦下来硬顶进去，兄弟上去打到第一个打出来了，这个龟球的很低，五杀这是，哎，有没有五杀？一个人头再追，队友在让。驰骋草原，碎裂星辰，放在边路吧，不行。只有溜边能力，没什么能力也受到暗影战，利剑不能解。这样的话，这个位置被留的小暖再次飞扬秒杀。这个位置张良蹲草蹲，八戒带来的吕布也支援到了。这边大招跳下来，封锁掉浪龙的位置。这边转一下，无敌的可以闪现往后冲。要刀再收人头，吕布和张良都站起来之后，再接一头闪现，三连决胜。再追有没有五杀？大雾再扑下来，点。关键看重庆在这波人头四杀，一技能不杀，再往前追，这头屠城起飞。用笔者天野，留美者告诉你有点小优势，哎，抱回来一个感觉被秒掉，哎呦，起飞杀爆炸两个，这个人要杀三连决胜了吗？再来又憋过去三连决胜，好像秒不杀在哪里？第三果树不行啊，三者兼备，然后听说你来追我呀，那我就让你逆风起兵，最能得势，着急啊！无惊无恐，且来回合，全走开，让我来。Legendary 天下无双，这样的话，让我们恭喜周连庆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来看看。这个位置对蓝联盟不错，看到了 C 位，但是一波实在撤出去了。战争回血还能再打，已经打过来。五六进场，但是自己的输出扛不住啊，还是被麻波了带走。这样的话，这次反攻麻波了，再来一个半，打到两人，尽量可能撤退，再次二连击破，还拿人头，拿起来一个大招打过去，三连决胜。这一波想要拿五杀，把人留住十三，再点人头拿下四连超凡，但是这个人头最后一个五连。确实 ，TS 十三马可波罗，天界团灭了 W。